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昨天给我老爸煮了那个螺蛳粉，然后给外公煮也煮螺蛳那个。今天阿姑说她受不了这个味道，她说看着她也要吃呢。现在我给她煮一袋原味的过去啊，来开始，咱们再来一个螺蛳粉，让他们吃个够劲。这个是原味的，上水下锅。让他们都用这样的方法煮，好像特别不错，就是稍微要煮时间久一点，他们喜欢吃那个硬性。我老爸非要不去跟他讲说那个螺蛳粉的硬性很好啊，很硬的这个，哇，等水开。好，我发现我现在煮螺蛳粉变成了一个老手，我告诉你。相当溜，明天我去开个螺蛳粉店得了。现在每个人都要我煮。哎，煮个螺蛳粉煮那么多碗，还能够吃啊？嗯。我又给哪个人？阿姑啊，他看到你吃，他要吃。那个螺蛳粉呀。螺蛳粉。他也要吃啊。嗯。那我去吃他的饭。你去吃我饭啊？哦。你吃你的饭了，吃。那等等，我吃螺蛳粉，你去吃饭。我好久没吃过螺蛳粉了。啊！你吃我的，你的饭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哇！扔，看到没有？你看我吃，快来，互相伤害啊！嗯。准备好了。那个碗，大碗来吃。行了不？你们这样子吃螺蛳粉上瘾了，我这螺蛳粉不够吃了。反正自己买啊。要去买。我自己买。哇，好香！真的。哎呦，你看口水流没有流？他早就流了。你很忍得住不？那些小孩呀，就是这样子哦，他什么都不吃，但是来吃他怕辣，但是要螺蛳粉的话，他都不怕辣的，他就喜欢吃。我让他很奇怪，为什么吃螺蛳粉的时候他就不怕辣了？是啊，我也感到奇怪，因为我就是看到，哎，奇怪呀，怎么不想要？这螺蛳粉就不要怕辣。阿姑，你要给你加个鸡蛋。不用了，我不喜欢吃鸡蛋。吃青菜吗？也不用。不用了。就这样了。就这样子了。一次一位。好的。等下我回去我家去偷菜来吃一下。边煮边偷吃。看我老爸吃口水的流。你不要煮太久，太久不好吃。肯定不会，你放心。我现在煮这个有经验了。辣椒只要一点是吧？再煮一点就可以了。吃不了那么辣的。好。一点好像有的吃过螺蛳粉了。好像有过。哇塞！香。煮到你这么久了不得，我的口水都捂不住了。哇！不要菜，要鸡蛋。对。谢谢。哎呦，好吃哦！我回去偷点菜给，我又给他们，得看没得吃。哎呀！煮螺蛳粉给他们吃。他们喜欢吃这种有嚼劲的螺蛳粉，那种太软的螺蛳粉反而不好吃。啊！太给你们的煮螺蛳粉没有帮我放青菜，我就回我家来了青菜，要帮你节约一点啊、哦！哎呦，还帮我节约？那我就不吃了。帮你试一个。来，再来一点给你。嗯。来。嗯。
来了，可以了。因为刚才我吃过饭了。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那是糖果要不要？来，不要，我那个来。哎呦，好好吃。哎呦，流口水没有？流了，流了。很硬。就是这样子好吃的，看，看有没有好吃。有嚼劲。他说不要人家的汤，要不要？我就说嘞，我去吃螺蛳粉，我只是喜欢吃这个汤，很好吃的。一年没有吃过螺蛳粉了，那得回味。这个也好吃，花生米。这好吃就是不足哦。这不足的。如果去吃螺蛳粉不放不足的话，这好吃。大头门。也不放那么多辣椒，我能吃一点。是啊。放多会吃的。我也是。看这种辣椒多多了，就不敢吃了。罢了。再吃你就没了，不是？罢了。得了，我给你看这得了。得了。你看，帮说帮我煮的，是自己吃下去。做这个牛肉吗？那不吃，很难说哦。那边的肉啊。不干了。哎呦，几小时。不干了，不干了。不干。好，等下指不定，等阿姑吃完这个，谁又要叫我煮了。一个看一个吃，一个看一个吃。爷爷，我的饭呢？你就不要吃了。吃饱了，下次你煮给我吃。你看吧，又来了。不是晚上，等一下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就打开视频，然后。然后我就叫，不是我们打开视频，然后口水流的时候就叫他煮给我们吃，我那天晚上，我就是叫他叫他。我那天晚上真的是看自己吃那个螺蛳粉看饿的。哎呦，你们煮小龙虾的话，我不是我昨晚上看小龙虾，我又想吃了。最喜欢这种放毒的感觉，然后让别人看着你吃，然后口水满地流。对，明天买小龙虾吃。明天我们上去买小龙虾吃。你出去。哎呀，8万块钱。好了，我出邮费。但是你要叫我吃吗？把这个煮了吃，要不叫我吃。这下买20斤的吧。20斤呐？你看看，人家叫了吃。我谁吃了不惨呐？20斤这么多。这个破产了，肯定破产了，20斤怎么不破产了？我包你一个月的螺蛳粉了。哇，哎呦，等下我吃到吐了。那一次小龙虾。好，好吧，好了，我们这个螺蛳粉呢，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他们在叫我煮的时候再说吧，啊，让他吃，流口水，我们走，拜拜，受不了，拜拜。